家好，我是 Ash Beauty 的美妆小编依琳。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卸除专用的眼膜。那这款卸除专用的眼膜呢，它是比较特殊的材质哦，它是不织布的材质，它可以吸附多余的水分，避免液体流入客人的眼睛里面，造成客人的不舒服的感觉。那一样，它也有富含保养的成分，可以呵护客人的肌肤，个人保护客人的眼部，非常的好用。那现在教大家如何使用眼膜。头比较小的地方是眼头，比较粗的地方是眼尾。那请模特眼睛张开，一样就是黏住下睫毛。好，眼睛闭上，那就是紧贴上眼皮，不要有太大的缝隙。那这样子我们在卸除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避免一些液体吸附，液体它比较不会流进去。那这边这一款它是我们姐姐专用的眼膜，两款不一样的功能哦，请大家不要搞错咯。那今天卸除专用的眼膜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哦，谢谢，拜拜。